安费诺信息通信推出 OverPass 系列产品，一种适用于电信和数据中心网络硬件设计的高速高性能电缆互联产品组合。OverPass 产品将行业标准网络接口与高性能电缆完美结合在一起，通过低损耗电缆传输高速信号，取代了 PCB 传输。这让系统设计人员不但能够尽可能降低信号损失，而且消除了对成本高昂的信号重定时器及 PCB 层压板的需求，并增加信号传输距离。以网络接口端口中的连接器为连接起点， OverPass 产品通过高性能电缆连接至芯片近端的连接器接口，并以此为终点。 OverPass 产品以安费诺的高速铜缆、有源光缆和收发器为设计人员提供了从芯片位置到外部网络的全面完全集成的端到端互联解决方案。安费诺的高速铜缆和光缆产品涵盖各种应用广泛的行业标准接口，例如 SFP、QSFP、QSFPDD 和 OSFP。 产品组合包括无源铜缆、有源铜缆、有源光缆和可插拔光收发器产品。 HSIO OverPass 产品在正面提供了各种相同的外部接口 SFP、QSFP、QSFPDD 和 OSFP， 并采用多种堆叠和联动笼子配置，可以整合一体式散热器和导光管。 micro-LinkOVER、MCIO、DensiLink、Flash 和 micro-LinkOver 产品组合等芯片近端或共封装连接器产品，可提供全方位的链路解决方案，支持 28G、56G、112G 和 224G 信号传输速度。这些符合行业标准的芯片近端连接器采用不同的信号密度和封装高度和配接机构，让客户能够为其系统选择理想的解决方案。安费诺端到端系统解决方案的一些事例包括 QSFP 可插拔光收发器，或 QSFPDD AOC 可与采用 micro-LinkOVER 芯片近端连接器的行业标准 QSFPDD OverPass 笼子进行配接。 QSFPDD 无源铜缆与堆叠式二乘一 QSFPDD OverPass 笼子相配接，并连接至16差分对 DensiLink 电缆连接器。 DensiLink IO 提供行业领先的信号密度，可实现超高数量的高速数据通道，从而尽可能提高交换机系统的带宽。 micro-LinkOver 接口在散热器下方提供超薄型配接接口，直接与板端连接，可通过超短的 PCB 走线实现卓越的 SI 性能。其他事例包括从左到右与 16DP micro-LinkOver 连接器配接的 OSFP 电缆，以及与各自的 OverPass 笼子和 Flash 芯片近端 IO 接口相配接的 QSFPDD 和 QSFP 电缆。这些事例展示了 OverPass 互联产品组合的设计灵活性以及可定制的配置能力。一些高性能的芯片近端和共封装接口，如 DensiLink 和 micro-LinkOver 也可以部署在需要高性能高带宽传输的内部点对点或板对板连接场景中。如今 OverPass 产品正日益广泛地应用于高速服务器、存储和数据中心硬件设计中。安费诺信息通信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解决方案和产品组合，可帮助您有效应对高性能互联的挑战。